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我们很久没有做这个百字故事的这个单元哈 ，100 word story。那我们今天来做一篇，纯粹是文学欣赏，因为实在没什么生字。第一个看到它的标题是 Memento 是什么呢？纪念品。但这个纪念品的概念呢，并不是 souvenir 那一种纪念品，所以 souvenir 这种纪念品是旅游用的那一种，好，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啊，然后回来当作是一个哦旅游纪念。那 memento 则是就是当作回忆用的一种东西，像例如说你有个那种项链，然后里面可以放对方照片，然后你就放了一个你女朋友照片在里面，然后把它保存起来，那就是你对她的回忆 ，so that would be a memento。好，所以。这里讲的回忆是什么东西呢？纪念品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我先把它念给你听哦。那真的100个字也蛮短的。So here we go. The day Lucinda turned 9, her father appeared at the back door. She hadn't seen him in 2 years. When she opened her mouth to speak, he put his finger to her lips. 对不起。Where's your mother? Upstairs. Come with me, he said. Let's go to the fair. His car smelled like dirty clothes. They had 1 hour before the police arrived.As her mother ran toward her, black hair flying in the wind, mouth open, Lucinda turned. He was gone. 好，这边排版的关系，我这边拉动一下。So, she shoved the photo they had taken in the booth deep into her pocket just as her mother reached her. 好，所以再看一次在说什么。The day Lucinda turned 9, 所以她九岁的那一天。好，就是九岁生日那一天 ，so the day Lucinda turned 9，我们知道这是她生日，因为就是那一天 ，the day she turned 9，所以这里的转九岁，他只用一个turn 这个动词。那他爸爸出现在后门，为什么爸爸会出现在后门呢？这不是很奇怪吗？怎么会在后门呢？而且下一句我们就知道了 ，she hadn't seen him in 2 years。那这个时态就用的非常的正确，这也是我们学英文的时候常常。或许会说忽略掉，或者很多同学根本一直也没有努力去搞懂的部分，我们这里就可以辨别得出时间上的一个先后顺序了。你看前面讲两句都是用过去式，所以 turned nine。所以我们从现在角度来说，我跟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 Lucinda 九岁的那一天，可能就是若干年前的事情了。所以用过去式来说，他爸出现在后门用过去式 appeared。那在他出现在后门的时候。在那个当下，他已经两年没看过他了，他两年没看到爸爸了，所以这个没看到爸爸的时间就比九岁那天的生日以及爸爸出现在后门的那个时间点更早，所以我们在时间上、时态上使用才会用成过去完成式，所以过去完成式就是过去的过去，就这么简单。So the day she turned 9, her father appeared at the back door. She hadn't seen him in 2 years. 非常 OK， 好，所以他已经没见到他两年了。When she opened her mouth to speak, he put his finger to her lips. 好，很有画面的一句话。当他嘴巴打开要讲话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讲出来的声音可能，爸爸怎么来了之类的哈。So she opened her mouth to speak. 那他把这个手指头啊放在他的嘴唇上，所以大概就是嘘，不要讲话。OK. He put his finger to her lips. Where's your mother? 你知道这是爸爸的问题。你妈呢 ？Right.Upstairs, 这是他的回答。妈在楼上。Come with me, he said. Let's go to the fair. 跟我来吧，他说。我们去游乐园玩。OK, 这个 fair 的话，我们可以理解大概就是那一种。要是是一个固定的，我不知道，就一个 amusement park 之类的主题乐园 theme park 的话，那这没什么。那我们可以想象，这可能是个小镇，那会有那种流动的那种游乐园，我不知道你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就国外的小镇可能会有，这个周末会有流动的游乐园，他们可能就马上这边盖起了一个，就弄一个 portable 的那种概念，这边弄了一个云霄飞车啊，那边弄了一个旋转木马这些的，然后可能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后，他们就会打包然后就走了这样子。好 ，anyway， so let's go to the fair， 我们走吧。His car smelled like dirty clothes。下一个画面就他们两个上了爸爸的车，爸爸的车闻起来像脏衣服。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爸爸事实上状况并没有很好，至少可能是一个自律不佳的人，就让你更好奇这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怎么会爸爸离家呢？是不是爸爸抛家弃子呢？也可能是吵了一架之后，爸爸就他就冲出门口，然后开着车就走了，从此没有回来过。We don't know， 但总之我们知道的就是他们家里，总之爸爸妈妈是已经决裂过了，就是了。那下一句话就更 confirm 了这件事情，确认了这件事。因为他说 ，they had 1 hour before the police arrived， 在警察到达前，他们就只有一小时而已。
OK， 他们就只有一小时，所以这一小时你可以想象，可能母女俩父女俩就过得很快乐。OK， 好，so they had 1 hour before the police arrived。那你就知道警察的确也到了。OK， as her mother ran toward her， 当她妈妈跑向她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句子用的就 as 当连接词，当她妈妈跑向她 ，black hair flying in the wind， 就妈妈是黑发，所以黑发在风中飞舞着。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妈妈事实上已经慌到一个很夸张的地步了 ，right？ 黑发在空中飞舞着 ，mouth open， 嘴巴还打开着，所以妈妈就是失神着，哦，你在这里 ，mouth open。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句子来了，所以当他妈妈跑向他的时候 ，Lucinda 转头看了一下，因为本来爸爸在身后啊，对不对？在他不要讲身后，本来爸爸在他的背后陪着他，所以当妈妈冲过来的时候，爸爸跑了。所以 Lucinda turned， 转身一看 ，He was gone， 爸爸已经不见了。He was gone， 所以这个 He was gone 就用的也很有画面。他当然可以说 He disappeared， sure， OK， He was gone。然后下一个画面是什么呢 ？She shoved the photo they had taken in the booth。这个 shove 就塞，他塞了那个照片，什么照片？他们在烧着。照了那个，你知道游乐园之类有那一种照相的那一种小小的小房间，所以父女俩进去照了一些，搞笑照。She shoved the photo they had taken in the booth deep inside her pocket, deep into her pocket， 就塞进了她的口袋深处。所以她跟爸爸照了相，不想让妈妈发现，孩子还是想爸爸的 ，OK， 但。我们知道可能妈妈很恨爸爸之类的，所以塞进了她的 pocket。Just as her mother reached her， 就当她妈妈跑到她面前到达她的时候，她已经把照片塞好在裤袋里了，所以当做一个跟她爸爸的留念。好，所以这故事就这样就结束，100个字，说了很多的故事在里面。OK， 背后有很多的一些情感、一些画面、一些这个女孩小女孩的细微想要珍惜爸爸的回忆的这一个情绪在里面。那你感受到妈妈的那个慌乱，所以哇，充满了张力的一个故事。我再念一次给你听。The day Lucinda turned 9, her father appeared at the back door. She hadn't seen him in 9 years. In 2 years, 对不起，不小心讲成 9 years， 没有两年。She hadn't seen him in 2 years. When she opened her mouth to speak, he put his finger to her lips. Where's your mother? Upstairs. Come with me, he said. Let's go to the fair.His car smelled like dirty clothes. They had 1 hour before the police arrived. As her mother ran toward her, black hair flying in the wind, mouth open, Lucinda turned. He was gone. She shoved the photo they had taken in the booth. Excuse me, deep inside her pocket, deep into her pocket, just as her mother reached her. 好，所以这里结束了。好，作者叫 Sarah Scott， 不想要偷他的故事，然后不给他一点 credit， 所以。Sarah， 他现在还住在Napa California， 他住在这个加州那边的 Napa Valley 啊，然后是一个厨师，以及是一个 culinary consultant， 这个就是料理方面的一个顾问，好 ，culinary consultant， 你念成 culinary 也可以。And is working on a memoir about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然后他现在正在努力的写一个自传 memoir 回忆录，有关于在南方长大的故事。好，所以介绍一下作者啊，我们不剽窃他的故事。好。到这里就够了，短短的一个，希望反正我们有机会享受一下，赏析一下文学也是不错的。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